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托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希伯来书11:1-2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希伯来书12:1。信他利益必不易，因信全然奉上我旨意，凭信还有人全力找住天使，耶稣祝福换了名字，凭信他行近红海，因信连潮浪也分开，凭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，仍敬拜上帝，发誓至死不改。在某天他下决心，为了再成爱，凭信放弃苦行程，长便倒塌下来。又有先知被掳，他放上在心里等待，仍确信上帝永要会回来。凭信我们怀着凭据，因信同寻着了应许，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，朝近未间就回去。
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，朝觐你家就。